江小姐，青木先生，歹势过来交流，我是想要来替我拉弟的领导的破例。哦，你讲这条。对，多谢你。 有代志要问你，你别讲。请问，你要跟我讲什么代志啊？林太太嘞，伊有伫厝的吼。等伊伫本啊。那安尼，你要问我什么代志啊？ 我问你，为啥你要等陈静辉等28年？你问这要创啥？因为我无法度相信讲有人竟然这么痴情，会对一个无消无息的人就等就等这么久，除非受亏欠。你是不是有做什么对不起陈静辉的代志，所以唔才会等伊这么久啊？你甲陈静辉是安怎分开的？伊是抱着什么心情出国的？ 我哪有可能对不起静辉啊？我只是逐天思思念念，无因请佣囡仔大汉，我哪会知影28年就安尼过去啊？敢真实啊？那你为啥你连伊个结拜兄弟是谁你拢唔知啊？敢讲唔是讲因为恁两个分开啊，因才决定讲要出国去打拼，结果去一个无人要去的所在，孤孤单单，无人无要无计。 你到底有爱陈志辉吧？我当然爱伊。你对我无了解，你凭啥物讲这？就算讲你甲志辉写作一模一样，你无资格问我这个代志。江小姐。 我要跟你回信，你莫走啦，你，哎，江小姐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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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你摸到头。来。这里。你人有安怎不？安尼就好，多谢你救我。无啦，小可歹势啦。我啥拢唔知，唔过他个说安尼钱哩，是嘞，真是歹势。不要紧啦，回头我甲你以后，应该保袂过起面。哎，你个兄弟得吧？啊，无啦。虽然讲这卡手指真简单啦，阿妈真用功。啊！不过，说是代表我对你的承诺也够爱。从今麦开始，我就是你的人啊！这世人，我一定让你过得幸福啊！咱两个嘛，永远孤孤单单，别挑该闹，永远拢别分开。来，秦墨先生，你也当帮手啊！你也这么要紧这手指，无国家的性命一定要救的，敢袂当跟我讲，这卡手指到底是啥物？你到底是安怎，一直讲一挂莫名其妙的话？
你若真想要知影，我会当甲你讲。但是阮振辉的手指，是我甲振辉结婚的手指。哎呀，你是不是想要穿这新娘衫、结婚衫？无啦，我无想要穿新娘衫。选美高，这女就可以比较好人呢。啊，好姐，赞哦。嗯。啊、这个伤痕，是真是为着要救我才受伤的，一直留到今嘛。啊，什么留到今嘛？我要甲永远留掉的，因为这是我爱你的证明，也是属于咱两个人爱的记号。金辉。会当拄到你，真正是我这世人上幸福的代志。我爱你。我真正是陈静慧。我是早就是28年，我啥拢袂记。到我心内的查某，孤身放的，我当有这样过？青木先生，你是不是人无爽快啊？敢真正无爱去病院做检查？青木先生，其实我就是恁翁陈静惠。当年个周信强帮姚母在等人阿红对山，后来我那变作是今麦这个身份了。你大家未母亲错亲情，我那是个代志讲出来，那那屁有因有可能去惹到麻烦。也过，那你一边我，感动啦。我意思想，总共我是恁翁陈静辉啦，我你干嘛做？江小姐家己哦，跟两个囡仔成长大汉啦，无咧话辛苦的啦，为着生活咧打拼，真正是两个囡仔上好的模范，伟大，真正足伟大。啊，无啦，我无你讲的遐尔伟大啦。啊，上辛苦的时间嘛已经过去啊，我即马干那希望大家平安健康，恁阿幸福快乐。安尼以后我去天顶，买当对阮振辉。这交代，皮亮，我留了一只，我对着你的面头前。陈小春，你是无洗目睭哦？副总，歹势，我拄才伫看资料，无注意到你。哎，今麦不是副总啊，你今麦哦是大捷建设比来头家娘，你会当开始练习，叫伊当牛。噠噠以后副总跟总监结婚，我就会改嘴啊。马德琳，哎，我去小舅。小舅，你敢不是来拜访董事长的？你来了拄啊好，我有买这足有名的限量点心，会当让你跟阮爸做伙配的。我要你替小春把资料捡起来，然后甲伊回去的。小舅，我听无你咧讲啥，是安怎我要甲陈小春回事咧？你甲伊行路无看路，险要弄到小春。小春惊你跋倒，物件毋知压到几头家，你一句多谢拢无。结果咧，讲话管你吃口多谢，无你平常时拢对台湾讲的吼。明明就是伊行路无看路，是伊弄到我，伊才应该甲我回事咧。我无必要替伊扣资料。小舅，开始是我自己顾看我的资料，所以才去弄到副总，害伊差一点仔跋倒。这资料我自己捡就好，恁就先去办公室啦。
你是选拔的经理，在公司里面受这么委屈，要是说周正宜平常时先到零地里，你不才这么疼你。社长，今日确实是小可代志啦。社长，讲林迪敢会伤过严重？我是副总，伊是经理，敢讲伊做唔对代志，我阁袂当骂伊。恁爸若毋是周信强，你想你有材料做到副总的啊？顶回的路你弄着我，阁气牙牙骂我。今日我看到你对台员工，我真感觉你的人品有问题。方冠杰阁想要甲你做伙。安尼我对伊无信任，伊想要跟我签约，我看我都要重新考虑。社长，是的啦，拄则是我害副总无注意到路，是我唔对，我扣就好啊。我是叫伊扣。你小舅，好，小舅，你闹赢鬼来。讲得这好听，还要跟八路分开的，你麻烦。好，小舅，请坐。阿妹，今日一个人伫咧台湾过生日，太过无聊啊，所以想讲要替你办一个 party， 先生会当感受一下阮的热情，还佮有心意。办 party 好啊，小舅，虽然台湾人无参像日本遮尼搞礼数，啊，不过阮办的 party 哦，足闹热，足好耍的哦。好，小舅，那虽然讲伫生理场上讲生理，定定是靠谈判讲成的。也唔过甲合作方，确实会当常常往来，了解人品甲个性，确实会当增加信任感，合作起来来较顺利。人品，哼，个性。珍妮，你是阁做啥物代志？董事长。拄只我无说是，因为我家己看资料去弄着副总，我的资料落几涂骹，拄好着小舅有看到。啊，不过副总伊有替我捡资料，嘛有够合适嘞。珍妮，小春是开发部的经理，伊都是替咱信华拍拼的人，对咱来讲。都参与一家人，是咱的亲人。你身为副总，你也先学会向照顾、尊重每一个亲人，知影？珍妮啊，恁爸爸的意思是，员工是替咱盛发赚钱的人，就表示是咱盛发应该要好好保护的资产。既然是应该好好保护的资产，就要好好对待啊，知影无？是，好，去小舅，真歹势。珍妮主虽然是较骄傲唔对啦，也唔过伊工作时阵嘛是真认真、真负责。以后咱合作时阵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当看到伊工作的表现。对啦，小舅，不如即个 party 就和珍妮甲我做下来丢逼，安尼你马当知影阮珍妮有偌侪实力。好，阿嬷，安尼我就来设计 party 主题，安排外汇，联络贵宾，我一定会办一个上高级的 party， 好好啊，甲奥克小舅交代。这对母仔囡就上款式来糟蹋碧玉，也够小春。周信强，你早就知影碧玉也够小春是我的母仔。结果你不但把小春当作是资产，当作是赚钱的工具，还帮你的母亲去服刑。当年若不是我替你挡那个枪支，你敢不知道会当赚大钱？现在整个家欢欢喜喜去。周信强，
我真正看唔到你啊！